Hello， 对智慧医疗有兴趣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Eddie， 今天跟 Jay 一起分享 NVIDIA Clara 运算平台上很受瞩目，以及在 AI 实务模型开发上非常有用的工具——联邦学习。神经网络联邦学习是加密分散机器学习技术中的一个子领域。在2017年 ，Google 首先提出应用在大范围移动设备内容预测模型的训练。所有参与方可以在不披露个人数据和加密形态下共建模型。目前，这项技术大量应用在通讯以及金融保险领域 AI 模型训练当中。联邦学习一般来说会有几个不同通讯学习模式。今天 Demo 将使用第一种 Client Server 架构进行演练。联邦学习这技术在智慧医疗 AI 模型训练中可以发挥很大功用。医疗资料是病人的隐私资料，有绝对的私密性，也有法律规定。医院间采取高度的保护措施代管。一般来说，医疗资料不出医院以维护病人的隐私权。利用联邦学习，在无需集中患者的数据情况下，可以实现协作与分散化的神经网络训练，各医院运算节点负责训练自身本地的模型，并定期提交给参数伺服器，而该伺服器不断累积并聚合各自贡献，进而创建一个全局模型，再分享回去给所有的节点，透过各医院的团队合作，进一步提高神经网络的准确性、稳健性与通用能力，并广泛推动数据驱动精准医疗的进步。透过这个影片，协助大家快速上手联邦学习，一起来应用这高端的技术吧。大家好，接下来为各位展示 Clara Federated Learning 联邦学习的技术细节。首先，我们到 NGC 平台上下载今天的范例程式，以及我们提账的资料集。今天使用的环境是 DGX Station， 包含四张 GPU。刚刚下载的档案我们已经解压缩完成。可以看到，这边包含下载好的相关程式以及 Spring 移账的资料集。接下来，我们开启 Jupyter Lab 来辅助接下来的展示。这样完成了基本设置。接下来，我们开启 Federated Learning iPython Notebook。开始我们今天的展示。首先，跟各位快速回顾联邦学习的动机。深度学习的资料量需求大，所以必须有兼顾使用者隐私的演算法来协助，就是今天要分享的联邦学习。接下来的教学会进一步说明技术的细节，并且在本地端展示模拟训练。联邦学习有多种机制， Clara 这边提供的是 Client Server 的架构，相关细节各位可以到官方文件上查询。联邦学习有几个重点。第一点， Server 负责整合多种模型，也可以调整不同 Client 的贡献权重来找到最佳的模型。第二点，每个 Client 会负责训练各自的模型，彼此独立。第三点，多个 Client 之间不共享资料，所以不会有隐私的问题。第四点，所有的通讯过程都进行加密，相关的 SSL 加密设定也都可以进一步参考我们的官方文件。最后一点，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启动加密演算法，就算 server 端被骇客入侵，也无法获取客户的隐私资料。最重要的是，以上的功能都包含在 Clara 提供的 API 之中。这次 demo 会用到以下套件。Clara Chain SDK、Docker、Python Jupyter、移账的资料集、
以及两颗 GPU。 我们模拟每一颗 GPU 代表一家医院，有各自不同的资料，分别提供不同的模型更新资讯给 server 进行整合。在这边 dataset path 以及 my IP 都要进行修改。Clara 提供了 Medical Model Archive 的标准格式，又称作 MMAR， 包含了大部分 AI 模型相关的设定。我们接下来会用到 Clara Segmentation CT Sprint FL Demo 这个 MMAR 的资料夹。我们可以看到，该路径底下包含数个标准格式资料夹，其中Command 资料夹包含了 Server 以及 Client 的脚本，这些脚本会根据另一个资料夹 Config 底下的 JSON 设定档来执行程式。为了具体说明，我们实际点开其中一个脚本 Star Server Demo.sh， 可以看到 Server 的程式不需要 GPU 来做训练，所以我们设定为 CUDA Visible Device 为空值。答案最下方执行 API 的指令 Federated Aggregate 的参数绑定了三个 config 档案，分别为 -c 代表 config file， -e 代表 environment config file， -s 则代表 server config file。 我们点开 server config file 来看里面设定了哪些。答案中包含两大部分，分别是 server 以及 aggregator。 server 当中又包含了 IP 位置、 SSL 加密金钥的路径、 client 数量设定、训练细节等超参数。首先 IP 位置我们要先修改，此外因为今天只是展示目的，我们可以设定 number of runs 等于1，代表只训练一回合就结束。这些参数的定义都可以到官方文件上查询。Federated Learning 底下的 How to use Clara Federated Learning Model Training， 我们点选 FL Server Configuration， 往下滑我们就可以找到对应的参数 Number of Runs以及定义。我们回到 notebook 上，还有第二部分 aggregator， 我们可以设定不同的 client 贡献权重。我们只用到两个 client， 所以我们把这边的 client 2删除。回到 notebook，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client Demo Chain SH 有没有要调整的地方。这边的结构和 Server 大同小异，最下面的 UID 要把底线删除，确保和刚刚 Server Config 档案一致，两份都要改。我们也点开 Client Config File 来检查里面的设定。今天两个 client 都会使用一样的 config 档案，同样的这边的 IP 也需要修改。回到 notebook， 接下来我们要执行 TensorBoard， 可以协助训练的状况进行监测。接下来我们将启动 server 以及 client。 我们看一下下面这张图，是整个 server 在联邦学习的运作机制。最下面的方框是我们的 server， 每一个 client 的运算资源
网络速度和资料大小都不同。Server 会等待 Client 透过 gRPC 的方式沟通，等待到足够的 Client 数量后，开始联邦学习。发布模型和权重给每一个 Client 端之后，每一回合 Server 都会等待到足够的 Client 回传更新资讯，进行 Aggregate 整合。结束回合后，继续下一回合的训练。当然，如果遇到 Time Out 或者超过回合数，联邦学习就会终止。我们直接跳到执行的部分。接下来我们可以利用这个 Docker 指令把 Server 跑起来。这个指令会创建 Clara 3.0 的环境，并且执行我们 Server 脚本，最后把 Log 讯息记录起来。第二步骤是 Client 端。同样的，我们可以透过 Docker 指令将两个 Client 的脚本执行起来。我们可以透过 Watch 的方式观察 Client 和 Server 之间的互动。首先是观察 GPU 的使用状况，接着透过 Watch 以及 Tail 的指令观察 Server 的 Log 资讯。第一位 client 的 log 资讯及第二位 client。 整张图说明最右边是我们的 GPU 使用状况，最左上方是我们的 server log 资讯，第二、第三的 row 是我们的 client log 资讯。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刚刚我们画面做了加速，可以看到整体而言，我们的训练花了500秒的时间。在过程之中，我们可以透过 log 去观察 server 跟 client 之间讯息的互动，包括 token 的传递以及权重的同步等等。训练完毕后，我们可以看到 TensorBoard 上面的训练状况。当然，因为 demo 时间有限，这边只展示了一回合的训练，各位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将回合数调大，试看看模型的表现是否能提升。回到 Notebook， 如果正确的运行，各位应该可以看到像底下范例图示的成果。这些范例分别展示 Server 以及不同 Client他们 Dice Loss 的表现。今天的分享告一段落，谢谢。团结合作，在多方对等与共同获益前提下，一起训练出更有效能的医疗 AI， 是神经网络联邦学习的精神。但是在工程上会面临一些问题，比如说数据加密、回圈同步、网络延迟等问题。 NVIDIA Clara 提供一个有效的加速运算平台，方便客户使用。在智慧医疗模型开发当中，高质量有标签的数据都是小数据，现在开始可以一起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在不违反数据隐私下，透过这种参数交放的方式，建立一种高效的共有的 AI 模型，在发展智慧医疗的道路上，有伙伴一起前进，并不孤单。谢谢大家的时间。对 NVIDIA Clara 有兴趣跟问题的朋友，可以透过 email 与我们联系。谢谢。